Chinese Taipei Leaders Representative Vincent Siu and Madam Susan Siu. 从抵达会场那一刻，萧万长穿着传统塔加洛装，紧紧牵着夫人朱淑贤的手，看得出二人间谍情深。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. 没有夫人彭丽媛陪同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单独进入会场。美国总统奥巴马搭乘凯迪拉克加长礼车，最后压轴入场，与菲律宾总统小艾奎诺相见欢。历史性一刻，消息两人见面，随即寒暄。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抵达就加入，和习近平谈得相当热络。萧万长也在一旁不时插话。最后，奥巴马拍拍萧万长的手臂，转身离开。消息两人则继续谈话，时间长达五分多钟。只见萧万长滔滔不绝，习近平则是频频点头。最后，消息两人一前一后谈笑风生，进入国宴会场。身为主办国东道主菲律宾准备的国宴菜色相当具有民族特色，包括松露奶油、蘑菇浓汤、香椿沙拉、杏仁豆腐，还有别具风味的鬼头刀鱼佐木瓜香菜。其实在出发到会场前，萧万长就被拍到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肩交谈，两人不时交头接耳互换意见。继马习会后 APEC 高峰会，消息两人展开关键互动，能否为台湾贸易推上一把，话题持续发酵。三立新闻王俊卿、李慧平在菲律宾马尼拉采访报道。